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佩小四。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公司组织的 Chartwork Intern Day 和 Fatbike， 还有我自己组织的赶海。暑假里我去到的所有地方全部都放在这个视频里留作纪念啦。
they just took off like.Thank you.